我那项目被众星瞩目张胆的要撬走，现在唯一的筹码就是这盛海集团董事长的小媳妇儿。只要他稍微的给我帮那么一点点忙，咱们家宝贝儿头3年的费用就不用担心了。可以啊，老王，盛海集团小媳妇儿，哼，你给得罪了。 我说，为什么于家管的人，都不敢得罪他？合着这于家管就是他们家开的。但是从这事儿呢，我也领悟了一个道理：在没有详细了解到敌人的真实背景之前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挺好的，老婆，你有进步了。怎么办嘛？ 这小媳妇儿什么性格？那还能什么性格？当然是集人类所有的劣根性于一身了，挑剔、娇气、蛮不讲理。我估计是惯的。这得跟冯恩一学。老冯在能屈能伸方面颇有一番造诣，跟他接触久了，耳濡目染，我学到了不少技巧。你就比如说，跟人拉近关系，与其说上赶着帮别人。 咱就不如放低姿态，找点小事麻烦别人。那我是有事要求他，那他理我吗？小事啊，就是那种让人能产生优越感的小事。嗯，慢慢的麻烦他，最好他也有些小事去麻烦你，这样麻烦来麻烦去，来来回回的，慢慢渗透。那我得设计设计。好啊，睡吧。 你们困孩子都困了，放心了，老婆，这单就是不成，咱们还得饿不着。哎，知道，这就不是饿不饿的事儿。这没人吧？ 莫总，大哥，对不起啊。 上次不好意思啊，你老师说的挺对的，你说练瑜伽吧，就是图个心理高兴，修身养性。上次的确是我太急了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我刚在后面看你们的动作做得好标准，好漂亮啊！我真的是做半天都做不来。你看你们都是老学员了，你要有机会给我指点指点呗。 会所老师不能教你吗？那人家也太专业了，我这零基础的，我哪赶得上啊？再说了，咱们又都是孕妇，孕妇帮孕妇，亲不亲一家人嘛。我跟你可不是一家人。打个比方嘛，打个比方。行吧，我可没这么多时间啊。下次如果你早点来呢，倒是可以教你几分钟。
用那好呀，我还有好多孕妇的事想要请教你呢。你现在怎么那么多话？嗨，小时候我爸也这么说我。挺好看的，好看。那下堂课见了，下次见。撑到，这能行吗？你怎么能丢下我一个人走了呢，爹？我不信，爹。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啊，爹？我不信。讲了嘛，播出去丢人呢。不能讲啊！这现在素材本来就不够，你到时候时长凑不上怎么办？你上去啊！咱们这个节目叫一年一度演技大赛。打的是演技两个字，宁宁这段吧，你再给领导放一遍，领导没看清楚呢。不用看，我看得很清楚啊，我觉得那段非常精彩。那个程导来，哎呀，甭管他，讲了。脾气那个死相，好了，喝口水消消气啊。程导，咱们拍的是综艺，不是艺术片，观众要是真追求演技，他去剧院看话剧不好吗？去电影院看电影不行吗？对不对？咱们追求的无外乎是一个话题度，有槽点不一定是坏事。哎，之前我是不是都依着你，你说怎么拍咱就怎么拍？ But 收视率呢，啊，平的跟一条直线一样。我承认他确实没有演技，但咱要的不就是个与众不同吗？你说咱把这段放网上，他能不能有个讨论度吧？讨论什么呀，不就挨骂吗？我的天哪，哎，我跟你打一赌，程良，你待会儿就是大特写往上放，点评嘉宾多难听的话你全放进去，这一期他要不逆风翻盘，我输你点什么？程导，做艺术你在我心里绝对是这个，但是做综艺哥哥我是这个。要是收视率出问题呢？还能出什么问题？他没有余地了呀，已经。你，我担。哎，我仗不仗义？仗不仗义？这话，来吧，程导，来。来啊！就按刚才我说的，就这段，一刀不许剪，全给我放上去。待会儿你把这段单独剪出来，发给宣传啊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不打扰你们工作了。我听谁的呀？你是一名专业的剪辑师，你应该听谁的？听领导的。哦，听领导的。薇姐，是你吗？薇姐，你没事吧？薇姐。
你还好吗？是薇姐呢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小希，你怎么喝咖啡啊？来，喝点这个，补充点益生菌，咱不比喝咖啡强。谢了。你要再精神，大宝不想睡觉了。现在彻底解放了，这一天天这么多事儿，大宝跟着我饱一顿饿一顿的，彻底断奶了。断了也行，你奶粉也一样。哎，有个事儿我觉得特奇怪。什么事儿？我觉得白慧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她可能是怀孕了。可能，薇姐怀孕了，找一个怀孕的助手，那图啥呀？单纯了吧？那薇姐保证不知道啊。小细软糖，你们也在啊？嗯。白慧，嗯，接水吗？干嘛？这你喝的什么呀？哦，我有点肠胃炎，喝点中药调理调理身体。啊，肠胃炎。嗯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好，照顾身体啊。哎。闻闻，是不是一个类型的味儿？中药不都这味儿吗？你是真单纯啊。姐，练完了？嗯。累坏了吧？哎，要是光练瑜伽就好了，练个瑜伽还得想着业务，还得想着客户。那你可要照顾好自己啊！哼，放心吧，皮实着呢。你怎么样？回来还没跟你聊过呢。你爸妈身体没问题吧？嗨，没什么事儿。嗯。就是我妈她怀孕了。啊！姐，我可除了我老公谁都没说，我拜托。上就这么多。哦，哎呦，我也是服了，刚开始我也是顾虑比较多，接受不了，现在想开了。哎呀，姐！哎呀，其实吧，你爸妈年纪也比我大不了多少，都还年轻着呢，这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嘛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古人也说家丁兴旺，你没有家丁，你怎么兴旺呢？是不是？来，喝点水吧。来，谢谢。姐，嗯，那个白慧什么时候正式入职啊？怎么了，薇姐？哎，小希也在啊。这是所有院线近期以及未来会上映的电影资料。哦，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薇姐，这些资料
多亏了小溪，大部分都是他整理的，我只是稍微做了一些补充。嗯，挺好的呀，那你们以后继续合作。一定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他一个月的试用期，怎么了？合作的不顺利啊？没事，姐，我就是问问。我也先出去了。嗯。喂。喂，嘛呢？今儿晚上怎么安排啊？没有啊，干嘛？那我晚上去你公司接你吧。哎呀，你可放过我吧，好吗？这一天天的，我可陪不了你。怎么了？我感谢一下你那天晚上对我的不弃之恩还不行啊？要感谢你要感谢陆总呀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一个人怎么处置你啊？我俩天天见面，我对他随时能以身相报啊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你老提他干嘛呀？他是他，你是你。托你们的福好吗？我们现在雨果的整个上上下下的部门都在准备那个珠宝品牌的预案，晚上有可能还要加班的。我这儿有的是资源，你天天在那儿吭哧吭哧努力，你不如来攻略攻略我。得了便宜还卖乖是不是？我看你以后再喝成那样，谁还管你？别管啊！你加班再晚，你不也得吃饭吗？我带你去一家私房菜，特别好，那个老板还是我朋友。平时我跟你讲，谁想在这儿定位根本定不着的。他给我留了俩位置啊，晚上给我点面子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换掉了。盛海的事情有什么想法？我跟姚薇呢，现在正在找一些其他的大屏渠道。我大学有一个同学在万和地产工作，我万和广场呢都是带院线的，我想可不可以找他给牵个线。你说这事要不要让麦克？不要，我觉得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把麦克牵扯进来。看得出来的呀，他对这件事情是非常认真也非常热情的。你能不能相信他一次？你是真的没有觉得他是要跟我故意作对或者说他胡闹？正是因为你现在的这种态度，你误会了他，反而让他觉得更反感，更叛逆。那天呢，也算是酒后吐真言吧。他跟我说了一些你们以前的事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那年他爸爸带着他出国，你答应要去机场送他的，但是没有出现。后来他到了以后给你打电话，你也没有接。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吧。喂，陆泽宁，你把晚上同学会的地址发我一下呗。师姐决定去参加同学聚会了。本来是不打算去的，后来一想呢，去了以后可能会得到一些可以活动的资源，就去了。你呢，去吗？当然一块了，师姐。你干嘛呀？要打探商业机密啊？你现在可是我的竞品哦。晚上我要直接去接你，咱们一起走。也行，晚上见。好，晚上见，拜拜。谁呀？我有必要向你汇报吗？什么事？说。你要的商业资料。
晚上有点事，吃饭改天吧。厉害了啊，这是跟谁说话呢？没事儿没事儿，哎，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，我们公司不是有个同事，他哥在证券公司上班，总有些专业的消息。哎，我那同事一个星期赚了50000。亏50000的时候，他可没告诉你吧？不是你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这几只啊，都是他说稳赚不赔的。我观察了好几天走向，你看看，孩子都不信，肯定靠谱。其实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寻思咱不是还有点钱吗？要不然拿出来50000试试。两万行吧。这么着，要是赔了，你把我生活费断了；要是赚了，我给你买个包。试试，试试。哪一款包啊？那就。看赚多少呗，那你也想要啊？啊，你喜欢哪款？爸肯定能赚钱。啊，找你妈。啊，来来，妈抱。哎，你就跟妈好，白伺候。哎呀，咱们好多年没见了吧？嗯，是啊，很久没见了。你真是一点都没变。哪里啊？肯定有变化的，变老了。这叫成熟。成熟的女人呐，是最会道的。哎，我刚听说你离开众星了。早知道你想换公司，我肯定挖你来我们地产呢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？其实，在雨果的压力也是蛮大的。有些商务资源，你总是觉得有填不满的时候。难得，咱们校友聚会。是。我到这儿来也是为了跟大家一起活络一下商务资源的。这不刚刚知道您在地产吗？知道你们那边做，做我们在做广场大屏啊，那说明你们带这个城市院线了。你需要院线资源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找资源找到您这儿来了。对，最近呢在做一个项目，确实需要一些屏幕资源。捎带嘴问一句，院线呢，还真不是我们负责的主要板块。但是我可以找啊专门负责的同事帮你问问。哎，这样我加个你微信。啊好啊。好吧，哎。来，我扫你吧，安心。好啊，你扫我吧。哎，安心，要不咱们也跳个舞。这个我可不擅长。走嘛。哎呀，我真的不太在行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些事情想要占用一下时间。好，哎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安心，那我还在这儿等你。啊，好呀，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师姐，我看你们聊那么多，是不是为了屏幕的事儿？为这个还为什么？那你可是太敬业了呀。不应该吗？你说同学之间，有要好关系的同学，单纯的相互聚聚是 OK 的，但是你像这种大规模的聚会。有些人连名字甚至都不记得了，硬凑到一块儿，不就是为了看看商务资源可不可以贡献、互补吗？嚯，今儿够猛的呀，又一杆清台。不是，谁又惹你了，兄弟？你最近情绪很不稳定啊。跟你家徐女士又吵架了，还是你更年期提前了？你说女人是不是都一个样啊？
想管你的时候呢，他就管一下；他不想理你了，就找别人去了。你跟徐女士是你不理他，他……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你说的是女人，什么女人？有情况啊？没有。不是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骗不了我。快快快快快，说谁？你说什么？那我猜，克里斯蒂呢？不对呀、啊，这好几个月没见了。Lisa， 更不可能。那还有谁呀、啊？你身边没人了呀？不会是那大姐吧？我真是那大姐呀、啊！你这有点缺少母爱呀、啊，兄弟。能别瞎说话吗？我说的是朋友，不是你刚明明就是说女人。别顿上去。我觉得也不太可能。但你要说朋友，想管你的时候管你，不想管的时候找别人玩，嗯，这很正常。你对我不就这样吗？我离婚了。啊？婚？真的假的？为什么呀？性格不合。性格不合？哎呀，他那么有钱，什么合不合的呀？要我什么都合了。哎呀，你这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各位师姐，你看今天是同学聚会，这么高兴的日子就不说这些了。来，你们应该好久没见了吧？来来来来，干杯。来，好久没见。来，就喝一杯。好久没见。各位师姐，来。来，哎呀，朱总，你怎么就喜欢往我们女生堆凑合呀？可不是吗？男同学有什么好凑的？啊，好像也是啊，有道理。哎，对了，你不也离婚了吗？当年还暗恋我们安心来着吧？哎呀，现在可有机会了啊！不是我说呀，江宏凯呀，在生意场上是好手，但是啊。人品不行，这样啊？嗯，我能想象得出来，他们现在在怎么讨论。我觉得不重要。刚才看你们同学在一起，并不是很熟的样子。既然都不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。那么在意那些干什么？他们又能影响你什么的？谢谢，师姐，别低头，皇冠会掉的。至少你离婚这件事情。并不是每个听到的人都在唏嘘，比如刚才那个秃顶的师哥。不要取笑我了。还有我。有的时候人生的路，就让它顺其自然走吧。其实，我们真正能做主的事情并不多，你说呢？Thank you.
杯，干杯。哎呦，起那么早干嘛呀？上瑜伽课。上瑜伽课？太早了吧？哎，就是因为那莫林，可能没事儿干吧，天天起得比鸡还早，去上那什么晨课，我不得去偶遇他呀。真是小媳妇儿，没有必要吧？哎呀，他要不搭理我，我就放弃了。问题是他还搭理我。问我可要放手啊，要是要进锅了。我真服了，本来是练瑜伽保胎，也练瑜伽赚钱去了。我要不要笑？放不放？优秀。哦，我也不睡了。干嘛呀？起床做饭呀。谢老公。哎呀，不是，右手起来的时候像抱月亮一样，抱住，起，很好，往这边打开。往下沉，扶手，行，撑不住了，不是，撑不住，撑不住，撑不住，这上面的脂肪、身高、体重、含氧水量、蛋白质，那都不是乱弄的啊！这吃的还挺多的，包括你这鱼肉啊、虾呀，你知道孕妇可不能乱吃，是，那乱吃会长胖的。这水杯特别好，买两个，备着啊。这母婴湿巾啊，这大人小孩都能用。这 F 奶嘴啊，特别干净，这高温消毒的。洗脸水。清脆，它叫一键折叠，记一下，你记一下。哦，我记下。看看这边啊，哎。来来来来，慢点慢点慢点。哎呦，没事儿。阿玲啊，我发现你真是都管成专家了。要不是你跟我说这些，我现在还一头雾水呢。今天真是打开我新世界了。我嫂子那笔记你见过吗？这么厚一本。说的都没你说的详细，你说戴萌的笔记吧？啊，他那都是传统老一辈经验了，现在生孩子讲的是什么呀？科学。我这可是花大价钱从孕产专家那学来的，你今儿算是捡到便宜了。那不是因为有你吗？哎，你这拎着一手我的东西，光跟这儿逛，什么都不买啊？家里已经准备好多东西了，再多就放不下了。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够用了。现在买这些东西都是月子里要用的，那以后育儿室、游戏室东西多着呢，都得布置呢。这生孩子是真是个大工程哦。那儿童馆不错，你来看看吧。啊，好呀。儿童馆你看看，这本编剧写两年了，挺完整的，而且这个故事挺精彩。我当初看完之后，我脑子里第一个想的导演就是你，跟你风格特别符合。哎，当然啊，那个不是你现在的综艺风格啊，是当年那个执拗的少年的你的风格。我都不记得我什么风格了。你的所以啊，你得给他找回来呀，那要不可惜了吗？但是这个剧本啊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完美，电影嘛你也知道，导演的艺术，所以你得参与创作。行，我先看看。那你看看怎么改怎么弄全听你的，我是完全的支持你。
老程，哈哈，特意为您冲泡的咖啡，程导辛苦了。早就跟你说听我的没错吧，啊，看综艺跟看小品没有区别，你越彰显专业人家越不理你，你就来天桥耍把式那套他们就都追随你了。咱们这节目算是扬眉吐气了吧，啊，但是我也没想到的是，有心栽花陶若妍她不开，无心插柳田小宁她成了阴。你这说什么呢？我没听懂啊。你没看数据吗？没看呢。不是你看到了没有，综艺热度排行榜第一名，第一名。我只想问问你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能阻挡我前进的脚步。晚上庆功宴，谢谢你。你一会儿干嘛去啊？一会儿没事儿就回家了。跟我走一趟。嗯。去哪儿啊？我这不之前面了几个月嫂吗？我都不太满意。一会儿还要见几个呢。你这不天天上班吗？肯定见到不少人。你正好帮我参谋参谋。你是做 HR 的吧？啊，不是，我做商务的。我这看见天天手机微信不断的，我以为你做多大买卖呢？这那跟你们家买卖比，那谁家都是小买卖呀。那你老公呢？嗯，啊，他导演，综艺导演。综艺导演？就现在不是很火的那个一年一度演技大赛吗？他是总导演。就爆出那个陶若妍私生子那个，嗯，陶若妍也太惨了吧。那孩子他爸到底谁呀？这我真不知道。你说他一个人啊，带着一个孩子这么大岁数了，这还得跟全国观众去道歉，你说他惨不惨？个人有个人的活法呗，那没准人家自己觉得还好呢。自己觉得好，那都是给自己找心理安慰呢。你让你老公给我拍个片儿呗。你要投资电影啊？没有，我一直想拍一个关于我生活的纪录片儿。我就想啊，等我有孩子长大了，让他看看他妈妈生他之前是什么样的生活。他那个综艺还没录完呢，我回去问问他。那拍得好的话，钱肯定不是问题。行，咱走吧。啊，我这坐久了吧，腰特疼。那你给打包了？别打包，不要，赶紧走吧。哎，你别动，你就拿你那小包就行，其他我来。辛苦你了。嗯，没事。干得不错，谢谢华总的夸奖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之前啊，我们太偏重于这个节目的专业性了，但是我毕竟干了这么多年综艺，观众想看什么我太清楚了。你给他弄得太专业了，他看不进去，就得是这个。观众的口味是很难琢磨的，一次爆点有一次偶然性，如果失去了专业部分的内容，恐怕评论区都是负面的吧。没错。所以说呢，这专业度保持，娱乐性加强。看着你俩这种搭档，还的确有化学反应啊。那接下来，公司有一个个人户外真人秀节目，原来那个团队呢提交的方案不是太好，你俩想不想试试？
趁着现在的势头赶紧提报。您真是我的金华总，没问题，我一定不负众望，尽快把这个方案提交上来。嗯，看见了吧，跟着我有吃有喝，尽快把这个户外真人秀的方案写好发给我啊。户外真人秀现在市场上太多了，有些饱和，想做出新意没那么容易，我考虑一下吧。文轩，你要考虑什么呀？这个类型我未必擅长。我看你是飘了，有点小膨胀，是不是？哎，他刚才说收视率上来了，因为咱俩合作有化学反应。因为什么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啊，你的机会现在来了，还要考虑？那我考虑一下也没问题吧？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程良，我告诉你，我能带着你把一年一度演技大赛推向神坛，我也可以和别人再做出一款爆款的户外真人秀。你慢慢考虑，你后头一万多个人等着呢。程亮，